大千世界一切众生都有佛性，只要除去沙石尘垢，佛法的慧根自然会显现出来。你现在已经是受人尊重的学生了，如果妈妈还在你身边，你总会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。从易经常建立的第一天起，学生们就想首先翻译《法华经》这部根本大法。不能够完成姑妈的嘱托，我永远都不会原谅自己。我秦国曾几次携带厚礼来秋瓷与白尘王以礼相争，但他执迷不悟，断然拒绝。当我举起心灯要焚毁的时候，我感到了巨大的恐惧感，我的手，我的身体像发狂般颤栗起来。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，活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。71部395卷，不统计还真不知道我们已经翻译了这么多部经卷。我要让它成为我秋瓷国的栋梁，为我秋瓷成就大业。